大家好，我是不二红城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下面请您欣赏精彩剧目。宝莲灯剧情介绍，书生刘彦昌提示赞美华山圣母，圣母爱刘琴王成时，仙凡结合，产儿名叫沉香，夫妻恩爱，生活过得很幸福。圣母之兄二郎神则妹犯了天条，夺取定莲灯，收拾母鸭于华山底下。沉香的霹雳大仙相救，学得一身开艺，15年后经大仙点化往华山救母，预付于圣母庙，双得众仙女相助，劈山救母，一家遂得团圆。下面请您欣赏林恋云演唱的宝莲灯安得心上人才选段。Oh.